今日娶嫁、长嫁这两家的婚事，含你有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莫甲我讲什么商业联姻，我蔡龙绝对袂投资世界集团，一生无疑。这件代志，之前我已经甲伊讲过啊，有问题问伊吼。恁爸15岁就出社会，甲人跋烂，会输伊这查某啊？这乃是商业联姻啊！而且蔡家根本就袂救世界集团啊！云勇，你是拄到诈骗集团了哦！张元勇，你竟然在我无注意的时阵，把我的门锁起来！张元勇！哎呦，哎，这声是哪里来的啊？哦，这应该是隔壁老大人的声啦。顶届吼，伊搁放迄不紧的。哟，上好是来老大人弄加大声，骨头早就散了了。啊，无就是另外一边的迄音乐人啊，对无？因敢那特别介意迄重金属音乐 rock。哈哈哈，嗯，恁厝边隔壁遐尼差，恁嘛对落啊？无啦，就迄个老大人吼，有淡薄仔失智啦。另外一边迄厝边哦，就足爱耍音乐的，定定安尼乒乒乓乓大细声。我就想讲即卖家庭哦，倒一个无问题，想讲甲体谅一下啦。哈，给我出去！张元勇，你今日到陈小燕做对话。歹势呢，啊！这声敢那楼顶传落来嘞，顶头还阁有人客哦。无啦，今日吼，阮家上大的贵宾就是恁啦，哪阁有别人啦？可能是迄袁勇啦，伊最近吼捡到一个流浪猫，可能伫楼顶吼乌白撞乌白弄啦。哦，欧巴，原来你这么有爱心哦。是啊。那安尼，你会使带我去楼顶看猫猫无？莹莹啊，我跟你讲，迄猫吼足歹的啦，伊若看到青粉人，伊足生气，会共咬哦，莫去哈。所以唔才会带你来感受一下，恁爸嘛感觉因全家伙啊吼，拢无啥清气啦，啊带老师来静静的啦。欧爸，我是真正就介意小动物的，不管猫猫有外派，我都唔惊，你陪我去看卖啦，哈。楼顶的猫才歹哦，啊，爱讲笑的哦，我袂放心啦，我来多换小宝贝。无啦，错当的。谢张元志，真正是生鸡卵无，放鸡屎有。这边若是无法度过关，我绝对剥伊的皮。歹势啦，阮的元勇就是安尼啦，伊若是伫咧路吼，看到什么流浪狗啦、流浪猫吼，伊就想要抱倒来厝里饲啦。安尼真好啊，这是做善事积功德。欧巴，你听见妈妈是小公主还是小王子？应该是小公主啊。
元勇竟然说我是流浪猫，好啊，竟然蔡家不要跟我们斗相共，这样我就来冲击这个蔡家的小公主。这样看就好了，要不然你要冲出来哦，赶紧惊到哈。你们爸在这儿都怕这只猫啊，这个张元志是走去哪里啊？刚刚他知道我要起来，所以他先走去我的房间闭起来。喵喵，我把猫冲出来把你惊到了。那照你安尼跌啊，猫早就跌死啊！哎呀，欧巴，你免烦恼啦，小动物就是安尼啊。我实在是哦，就较紧张，用真心对待伊就好啊。好啊。是讲张太太啊，算我计步啦。我是感觉你这个厝哦，有淡薄啊无清气。我拄只走入来的时阵哦，我就头晕晕的。啊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！哎，我无歹意呢。我平常时哦，啊，着惊庙关系啊，较敏感啦。哎，我遮哦，有一个平安符。哎，你正在保你平安，送给你。多谢你哈。是讲我伫这个村已住遮尼侪年啊，唔捌发生什么代志啊。你莫烦恼啦。是讲恁若真正会烦恼吼，无迄隐隐要过来时阵，我再搁规个重新甲装潢安尼，好不好？哈。阿姆哥哦。那是无拄只阿良讲的迄什么商业利益联姻哦，恁张家敢会真正愿意娶？应该是无猫啊，若有就早撞出来啊。好啦，我落去楼骹陪恁大妈咪啊。喵喵，喵喵。啊！哎，小宝贝，哎，小宝贝，哦，你头壳掉，啊，我浪啊。无啦无啦，啊，喵喵嘞。然后啊，找无猫就好就来啊啦！恁两个莫伫房间内底啦，恁爸性命也压起来，恁莫惊来修理。哎呀，好啦啦，爹地爹地，啊，你先去陪大妈咪啦，哈。姨。啊，猫就是因为无想要见着人，所以才会眯起来。咱先落去，让猫好好歇睏，哈，行。啊，哦，我搁找一个啦，哈。喵喵。喵喵，我是盈盈。喵喵，喵喵，喵喵。你是搞啥事啊？这老顶干呐？恁两个少年仔吼，真活泼爱耍啦。无紧，咱莫怪伊哈。咱继续讲咱个啦。你若是搞当作兄弟哦，就紧闭起，莫搞那代事啊！哎，熊哥哥，你搞多啥工？才忙唔当让你爸知影，我靠，给让你说明一下，哈！好，你坐。你们队友未来哦，哈！我爸，你有安那吗？爹地，我爸爸对我安那啦？啊，无你拄只是爱啥啦？哈？英英，拜托你啊！
唔讲呀，恁爸甲你猫落哦。啊！拄只有一只，家雀会飞，我就惊着，我爸就甲我安慰啦。安慰有啥用烂的啊？初当的，是的啦。我就是因为哦，看到莹莹这么惊吓，所以要出毒掉哦。好啦，小宝贝，恁娘我找无了，莫搁耍啊，紧倒来啦。拄只安尼，爸爸听你安尼啊一声哦，我心嘛咧啊跳一跳一。好啦好啦，你先去陪大妈咪啦，我随来。啊，好啦好啦哈。不是，欧巴的欧巴，我头拄啊叫遐大声，有甲你惊着无？哈？哎，绝对无代志啊，你放心啊，我找时间去向你说明一切，咱先落去。痛痛的。啊，无代志。咱先落去。瑞德，你今日回来好不好？我甲袁勇拢就可怜的。哪里好啦？头一个上重要的就是大饼啦。啊，阮翁哦做人海派，朋友较济，这人情礼数各方面哦，就较顾好周全啦。袂当有啥物差错。迄当然啦。我初步有算起来，差不多爱安尼啦。大饼660盒，嘿啦，这内底哦，可能啊，搁有无算着的，转去哦，我会搁再详细检查一遍。干那大饼都爱660盒，哦，看起来这个蔡玲的人脉确实真宽哦，安尼嘛好啦。给认识一挂较有力的人，将来对世界集团的路有帮助。哎呀，亲妈，这办喜事吼，本来就是亲戚朋友愈多愈闹热啦。就是，过来哦，就是聘金。我想哦，哎，嘛免伤多啦，规矩着168万，168一路发，大吉大发啦，对不？哈。结婚的礼车就12台，伴郎伴娘6对，这拢是基本的礼数啦。恁张家应该是无问题啦，哈。当然当然，无问题啦。啊，是讲吼，唔知影迄个嫁妆的部分。这个嫁妆吼。嫁妆吼，免烦恼啦。我娶到你地方哦，嘛是有头面的人啦。嫁妆就是你的礼数啦。啊，无啦，错当诶，你唔通误会啦，我唔是迄个意思。啊，无你啥物意思？假鬼假怪，恁爸若即马甲你讲嫁妆要出偌济，啊若无合你诶意，啊你毋着嫌恁爸当生哦。啊，我若出一个过假意，若毋当作阮查某囝是嫁袂出去，才会倒塌嫁妆哦。无啦，错当现当安尼讲啦，啊这吼嫁妆是做父母疼惜查某囝的心意啦。啊，搁再讲吼，伊用这新妇哦，我是偌喜欢的，啊，就算讲吼，伊敢那挂一脚皮手嫁过来，我嘛感觉甲惜命命。你小妹会记你即马讲的话，顶次我已经讲过啊，我绝对无可能甲世界集团斗相共的，卖到时你家己出问题，怪到阮查某囝才来。错当的，这结亲戚吼是为着子儿事事幸福，甲利益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我都唔信，你这么疼惜查某囝，到时阵伊的翁婿事业若做袂起来，你敢会忍心目睭金金看伊跟伊的翁婿咧吃苦啊？哎呀，
伊的嫁妆有偌济哦，啊，到时阵等着伊出嫁迄一天，自然就会知影嘛，哈。也不过张太太啊，拄则你嘛有讲过啊，恁张家哦是真欢喜会当娶阮玲玲入门啊，所以阮嘛爱先看到恁的心意啊。哦，迄是当然的，应该啦。总算落来啊！啊，小宝贝，啊，喵喵有找到无？啊，有够水无？啊，有啦，真够水，啊，搁足大只的，也毋过伊无要互我摸啦。好安尼啊！好啦，代志讲差不多啊啦，要来走啊！安怎个？我安尼讲好啊啦，这桩婚事哦，恁爸足无赞成。迄是阮查囡爱着啊，我只好接受啦。啊，不过这块若变心哦，若是恁丈家礼数做无够，恁爸随时法庭。阮爷爷是我的心肝宝贝，一点仔委屈都袂使有。啊，这绝对袂啦，亲家啊，做你放心。啊，亲家哦，莫话早啦，以后也哪也唔知个啦。蔡董诶，我对伊真心诚意诶，我绝对袂辜负伊。无你是？哎呀，好啊好